口感脆爽，热量极低，一根黄瓜96%都是水分，吃黄瓜等同于喝加维生素的矿泉水。减肥的时候敞开了吃也不怕，至于拍着吃还是切着吃，生吃还是做熟吃，都很香呢。莱西孙寿镇是山东青岛的果菜篮，汉黄瓜的年产量有25万吨，可以从3月吃到9月呢。我叫龚小丽，91年，山东青岛人。我和我老公在网上卖汉黄瓜，去年一年大概销售了300万斤左右。之前是在超市做过收银员，一个月大概2-3千块钱。2018年开始做电商，我们就拿着攒的10万块钱开始这个电商创业。莱西很适合种植汉黄瓜，比较适合生吃、凉拌、炒菜。大概有20多年的汉黄瓜历史，尺寸大概都是在15到20公分左右啊，瓜形比较直。一开始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辣头，然后再就是因为汉黄瓜比较脆啊，它比较容易断。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包装改良，规避这些问题，通过平台的扶持也销售起来了。到今年就是销售量越来越大。拼多多对杀菌品控比较严，所以这些农户会在大棚采摘的时候就给我们做第一波筛选，把品相不好的还有不实的那一种全部筛出来。歪歪的玻璃状，头大腚小的都不要，它这样的不好看的这样的就挑出来了。我们就是早晨4点多钟就开始到大棚去摘，80多个大棚。以前啊都是摘完了以后啊到市场去卖啊，去批发，太累啊，费时间。现在呢就是装完筐以后在家等着就行了，喝点茶聊聊天，中午时候来车我们就装了车，然后直接就发走了，一点也不担心销路的问题。